经理，你上哪了？才回来呢？喝酒了，闻着酒味了，是不？我喝不喝酒关你啥事儿啊？我管不了你呗。你觉得呢？行，我让董事长管你啊。咋的了？反悔了？你就不能帮我保回密啊？保密倒也不是不行，但是吧，你答应我们请求。我有底线啊。你想啥呢，经理？我有个朋友吧，他老嘲笑我是单身狗，然后还发视频气我。你看，媳妇真好，媳妇你也配合我拍个视频呗。那视频我咋配合你拍啊？就是一会儿我在那坐着，我说小夏过来给我捶捶腿，然后你就屁颠屁颠跑过来给我捶腿来了。不可能。说准呗。说准那不可能。行，我找董事长唠唠嗑。你先拿出声音。住一回啊。行，你有手握拳吗？捶这块行。知道会啊，你会。咋的？以前有拳击经验啊？你说谁呢，赵谦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准备了啊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哎呀，夏，这一天干活腿又酸了，我摁摁呗。好。没吃饭呀？吃点劲呗。嗨，这家庭地位搁这儿呢。你来干啥呢？人家太腿抽筋了。啊，对对，我抽筋了。抽什么筋儿啊？哎，可能是要长个了吧，董事长。长什么个？你是缺钙了吧？啊，可能。补点钙。姑娘去给他整点奶喝去。啊，好。哎，经理，我那朋友老过分了，他又给我发条视频，你看。下午要给我找品牌啊。哎，我说太气人了，你再陪我拍一条呗。拍好条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得寸进尺啊。行吧，那我找董事长唠唠嗑去。最后一回啊，真最后一回。大热天的，嘴有点干，水干吧。哎，小天吃水果。哎，真甜呢。亲口呗，宝。你说啥？我让你亲我一口。你别太过分啊，沙小天。能亲不？不能。亲不了是吧？亲不了。哎，董事长，董事长。啥